一点点一滴滴，将心事来到我问呀问无感情歌。我想不到你来，我也想不到讲你在这拄到你。看起来，等下是真好。韩小姐，是的，今晚再来就好哩。大小姐，你唔通安尼讲，不只我欣赏到恁出席舞步，真正是我的福气。靠恁这样的默契，我相信恁今仔日你是全场上出席一对。可是，是丁董事长拜托我来斗三工，就这舞会，我才会邀请肯弟来做我的舞伴，加斗三工，顶摆误会呢。丁董事长讲要来，啊，敢若到即摆还袂到？我嘛无看到伊啊，其实我嘛是刘董事长才会来替伊招呼人客。啊，不过既然恁有伫咧，应该就有够啊。我先离开啊。可心，你做你家己，这人客我替你招呼就好。说说去啊。就算我得到，我嘛也要讲啥。刚才讲，伊是丁董事长邀请来。你敢不是嘛是丁董事长邀请来？你若拄到事业，你拢会想真远；，偏过你若拄到感情，连脑筋都拢洗袂过来。恁两个拢是丁董事长邀请来要替伊招呼人客，那恁现在丁董事长又无出现？讲的够淡薄道理，我先买了可信。丁董事长，你来啊？丁董事长，歹势，有代志耽误，拖到这个时阵才来。头拄啊，拢是你一个人在招呼人客，可信敢无来？伊拄走，伊讲这我去你招呼就用啊。原本想讲会当替两个人制造机会，煞想袂到。啊，歹势，我可能是要有代志要处理，这个朋友无多甲你介绍，我都要麻烦你继续替我来招呼人客。歹势，袂啦，无用做你。代志不是你所想安尼，刘董事长，伊是单纯看袂好，伊邀请我开心来，只是要场面较闹热。无你搞清楚，是我误会啊。真正临时有代志，拖到这个时阵才到位。敢真正是安尼？我哪会感觉你是超工的？你是超哥安排我到幼稚，连这样都没见面。我信任你。你现在要安尼做？因为我不会看你这么艰苦，因为你心里底还有幼稚。所以我唔吃，借助这个机会，互恁两个见面。想袂到有志来招这个凯莉来做舞伴，这点我有影感觉真歹势。张董事长，你伫认为我是想要报答你，所以你叫我去做的代志，我拢愿意去做。我唔是真心把你当作朋友，既然安尼。我即马就予你知影，一个真心把你当作朋友的人，伊伫咧生气时阵，心肝内真正会感受。刘董事长，我真足无解你替我做这种安排，我嘛真正唔知影，你安尼做到底是咧同情我的遭遇，
还是等你的气度？无你想遐尼复杂，我干那足单纯，我希望你莫将代志捂在你心内底。可是，我真正希望你会当快乐。我是不是会快乐？命运这种安排来改变？因为我早对我们室友就心无定有潘可心，你安尼做，干那会害我甲有这放袂记的桂林公更加痛苦。所以我拜托你丢当署长，请你以后别再安尼做。还是在这里等候，在不知不觉中泪成行。如果早知道是这样，我不会背你离开身旁。我说过我不会哭，我说过为你祝福，这是今天才知道说一声再见需要多么坚强，我想要忍住眼泪，却不能忍住悲伤，在不知不觉中泪成你有对，今日确实是张董事长挑过借着这机会，我阁开心见面。你拄则甲我讲，代志有可能毋是我想安尼啊。我只是约袂出张董事长的想法，所以我毋才一直咧想这件代志。肯定，你是旁观者，比我较巧，看嘛一定比我较清楚。你敢免甲我讲？你感觉张董事长，伊是想要知影可心对感情的态度，还是已经知影可心的心肝内爱的人依然是我，超过伊要心存我？这个问题我真正无法度回答你。我刚才跟你讲，张董事长已经嫁给潘小姐。我拄则不应该安尼乌白叫，互你有遐尼大个期待，养过一个，才变过这样心。你莫安尼讲，是我家己了乌白想的。差不多啊，我好来去电话嘞。哎呀，啊，这摆去台路是要去几工啊？可能三四工啊，爱看那边的状况安怎才讲啦。我会打电话回来。好、哦，啊，我有听你讲吼，你安尼就一个凯丽台来跟你斗三工啊。啊，你这摆嘛是伊要跟你介绍迄台路的朋友做什么观光事业的，讲若肯定有成功哦，对你饭店有真大的帮助吼、哦。是啊，是啊。来，啊！我最近常听你讲这个凯丽啦，哦，伊今日哦，甲伊斗相共足多呢。因为阮在生理上有真侪合作啊。哦，啊，几岁啦？结婚未？妈，你问啊，做要创啊？啊，你哪里讲啊？啊，我就是，哎，兼是你的员工，
啊，也毋是股东。啊，你那最近定定接触，吼，算叫缘分嘞。妈，你到底是想要讲啥？我，我是关心啦。啊，当然，凯莉给你道上啊，这么多，无你嘛介绍妈妈熟识，和妈妈好啊，共说多些一个。啊，顺便看恁两有事陪无？妈，莫了乌白想，阮只不过是生理上的朋友 ，OK？ 就完了俩。OK。我也是要给你提醒哦，未少岁啊，那碰到一个未歹的对象，人阁无男朋友哦，那安尼你就要花把握，迄机会无一定阁有呢。好啦，妈妈，感情的代志，好我家己来注意着啊，好不 ？OK， 好，好，我卖阁讲啊，吼。哎呀，阿你甲大风吼，啊大家安尼相处了安怎？大风哦，对，自伊妈入去了，伊真正已经改变啦。这么长的时间哦，伊甲配合了真好，所以我真放心。我这次买材料，饭店所有的代志，我全权拢交伊处理呢。安尼哦，真好呢。哦，啊，恁呢一关键来知讲，你甲大风两个搁恢复过去啊，兄弟的感情哦，一定足安慰的，一定真欢喜。是啊，阿条妈。我唔是听你讲，你甲汉良就有见面啊？有啊。哦，一二十年无见啊呢，阿舅妈好无？同款呢，个性嘛差不多，无啥变。不过哦，事业做了无顺利。安尼哦。我等我带你回来哦，我找一下时间甲见一下面，啊，看有啥物需要斗相共的无？哎，伊即嘛哦，操烦的就是。如意啦，因拢找无人啊，做爸母拢安尼啦。伊操烦如意，我也操烦有慧，伊的心情哦，我会体会啦。好啦，妈，你也莫想遐多，等我带你回来再讲，吼。啊，你家己好好保重嘞。好啦，啊，你以后靠家己爱注意嘞。哦，我知，我知，我来去哦。嗯。好。好，妈，再见。嗯。我来去哦。嗯，我较细你个呢。哦。啊，玉慧啊，我伫街边来甲你报一个啊，趁小金啉吼。你过来就好啊，等下我来啉啊。你嘛唔好安尼一日感冒，拢关伫个房间内。你身体应该有较好啊，出去行一下，心情哦会较轻松啦，莫安尼，让大家在替你烦恼。谁会关心我？大家拢嘛足关心你的啊。玉慧啊，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你搁较安怎艰苦哦嘛无路用。啊，你无听人伫讲，老体哦无三个你扛不倒，无得家你真紧就会有心啦。啊，你搁遐尼啊少年哦。要生两个、三个哦，一定拢无问题啦。大姨，你讲到这轻松的吼，表面上是胖鸡腿要来给我补，啊，不过其实你根本就是来看我笑话嘛。我无迄个意思，你哪会安尼误会我？无你遐尼欢喜要创啥？搁安尼有讲有笑。我是想讲话要让你心情较轻松的。莫安尼摇头甲面，你讲好意思讲，这所有代志都是大姐甲昊天借钱引起的，明明就是伊的问题，现在最后是我才受这种的后果，我到底是去犯着啥啊？老三伯，大姨是来关心你的，你这什么态度啊？紧甲大姨回信，我叫你甲大姨回信的，你有听到无？哎呦，昊天啊，好啊啦！即嘛，大家心情拢无好，莫为着这个小可代志在冤呐。我无想要跟伊冤，要不你家己嘛看到伊这什么态度啊？啊，恁两个冤哦，确实是因为艾米引起的。我有法度哦，体会玉慧的心情啦。不管哪讲，伊就无应该安尼。哎呦，好啊啦，做红婿哦，较有量的。
以后伊囡仔无啊，一定会足艰苦的啊！较让伊，无安尼一句来一句去。有听着哦，大爷毋但是关心你，佮处处咧为你设想，你也知影好歹，好我反省。我无需要任何人关心。好，你无需要人关心，嘛希望你莫去糟蹋关心你的啦，因为无人欠你。奶奶，大家所有物件拢总提走。 啊！无，无，无要紧啦，我代志啦。你发什么脾气啊？我啦。你趁我烫着大爷，你知影无？啊，无去烫着啊！你想要害我大惊小怪？你即摆就是要把这个所有的人当作是你冤仇人是无？你做毋对代志，你嘛毋肯认错，你想要做家己是无？我啦，浩天啦，有悔也毋是超过伊的，莫发遐大的性地啦。我真正无得过你，毋就伊即款的个性啊！ 大家吼，退一步啦，吼，我来叫阿爸送哦，来遮吼拼拼，莫阁冤啊，吼！以后有啥物不满，针对我来就好，莫找大姨出气。我找你有啥物路用？你即马敢知影啉酒醉毒品，你俩孙刚安尼就免面对，害我失去囡仔责任啦，是毋？我啉烧酒醉。 是因为我艰苦，是因为你一艰苦，气无够，腰巴叉。卡叔，你若认为这孩子会过真痛苦，你快去买转来。谁在要讲这款的气话？你到底要安怎，才会当体会别人对你的用心？体贴我用什么心？你即马对我已经无感情啊，卡袂对了，对我发脾气。 都亲像即马，你根本就是恨厝外戏，你除了骂我糟蹋我以外，你搁对我做啥物？我想要对你好，也毋过你毋肯接受。你即马干那想要维护别人，你根本无搞这个做太太看在眼内。你甲我讲，我即马到底应该安怎做，这算是甲你看在眼内。毋免，因为我已经看破啊。迄天你啉酒醉，你问我是毋是会后悔甲你结婚？ 我即马就已经回答你，忘唔掉，我真后悔，我真后悔甲你结这个婚。这款话你讲袂出嘴，我为着你放弃我之前迄段婚姻，甚至为着你甲阮爸比，免差点离开这个家，我所做的这一切。 我来的是你即马讲的这句话，你敢有想过你讲这句话对我来讲有偌残忍？你竟然都讲袂出嘴，你即马把这句话收入去，我袂，你后悔，我就是要让你知影，我真正就后悔。 无后悔的脚步，行一条不知名的路。往事经过一步步，有雨天也有落雨。你将来予人看袂清楚，当时开始怎样结束？目屎来回一步步滴落心肝，要如何？ 世事多变，人情可怜，也是咱无缘。想要完全来放弃，暗藏这段情，谁人知世事多变，人情可怜，也是咱无缘。
我将情怀交予你，交大心思，难乎自己。我为了你闹分别，闹家庭革命，我对你付出所有一切，跟我的付出，跟金大风上你去陪伊，根本不如。你无法了解我的心情，一个声声苦苦讲要照顾我一世人的翁婿，在我上危机的时阵，无要插我，送我来陪伊救我，肯定是我的冤仇人。你知道我现在是真心的关心你，告诉你我顶了一摆，这代志我绝对袂让你发生，我绝对袂让你受到这种委屈的。为情错当时开始，怎样结束？目屎来回。袂用的，我袂用当作什么代志拢无发生，就安尼回去娘家。那若无这世人，就永远爱予昊天压落底啊！我唔甘愿。想要完全来放弃，我摆摊做生意，伊有一个高道想到底洗碗池，伊讲伊这小妹顾钱顾啊，家莫下莫手，都是我冤枉出伊去贪。即摆为因老爸代志跟我客气，资产的唔当，人搁去买起来，那不是我妈的烦恼无？妈，是的啦，妈，是的啦。哎，英语，妈，你哪会回来？昊天无陪你回来，无啦，我家己回来。啊，伊哪会让你家己走出来？啊，你个身体无好，你嘛爱踮厝休困，搁四界爬爬走。我也无甲你交代，你家己嘛较细腻嘞。啊，亲母也放心，让你走出来哦。实在是哦。好了，妈。嗯。卖个电话。好，啊，你是啊。大人大正啊，搁只生奶，甲妈妈讲，今仔回来小心代志。无啦，我著听哥讲哦，伊要去大陆出差啊。啊，我想讲这几天我著回来甲你做伴，照顾你啊。照顾我？你身体遮虚，著欠人照顾啊，搁照顾我？甲妈妈讲，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无啊，无代志啊。敢真是无？你是我生的呢，你的个性我也未了解。这是你后头厝，无什么代志做你讲。我替你解决。啊，你莫讲啊！你安尼我会烦恼呢。到底发生什么代志？昊天伊跟我爬。啊，你烦恼无？啊，你即马身体遮虚，哪会堪要伊安尼甲你爬啦？因为囡仔无去啊。昊天最近都要愈来愈冷淡，甚至搁走去饮酒，饮到三更半夜，醉茫茫才回来。最近阮常常为了这个代志来冤家。伊是真袂体谅，做人翁婿安尼，伊煞袂记得讲伊当初吼是安怎甲我讲的。我看伊早就袂记啊，伊即卖心内根本都无我这个太太。不过昊天照你讲，伊毋是遮尔啊无讲道理的人。你倒是甲我讲，你是毋是讲啥物话甲刺激着，还是做出互伊无满意、互伊生气的代志？我无啊，
真是无。好啊，兰妈，我好天怕，我已经足受委屈了。等下后头厝，佮予你怀疑安尼问东问西，敢讲我去用拍是应该哦？我老公你用拍应该，你若无做唔着代志，后天来拍你就无应该，我嘛袂甜点点啦。行啦，我找咱杨家讨一下公道。啊，若无伊当作你后头厝拢无人啊？哎呦，金妈，歹势啦！我才伫咧甲后天讲哦，啊药费都爱紧甲找转来，啊煞后日吼人甲我带转来。金妈，阮友惠啊，性格有时较搞怪啦。啊，较无讲道理，啊，不过吼，翁仔某就算讲冤家，无论安怎嘛是免动手啊。昊天啊，啊，这件代志都是你唔对啊。啊，人约会吼，你调养身体，你哪能出去共拍？啊，无怪钱毛会气家呢。爸，是的。钱嘛，我今日来这哦，唔是要来出气的。嘛，唔是要来看你骂昊天，给我听。我嘛是希望因翁仔某已经幸福美满啦。啊，不过即摆昊天拍我的查某囝，我总是吼看冤家呢，唔是办法，爱来了解一下。我袂晓含妈妈好准拄好啊。啊，那呢，亲，啊，你今日来的意思是？我是想要知影昊天有甚款想法啦。想要你拍优惠，你当作囡仔无啊？你连起卡动手啊？亲嘛，啊！你讲这个话吼都唔对啊呢。我查某囝互拍，我来问个清楚，相当唔对。我唔是讲你袂用问个清楚啦，啊！不过迄一日吼，阮先生当你的面讲较真清楚啊。阮应该袂因为讲吼约会囡仔无去，都对伊无好。敢讲你唔相信阮讲的话哦？我相信啊。问题恁做无够啊！啊，若无我查某囝想要阁互拍，我这做外家来问个清楚，敢无应该？好啦，啊，你就安尼讲啊吼，无规矩，咱话讲个清楚啦。啊，我这个做大姨的吼，顶补好食，过去互伊嫌，甲我辛辛苦苦订的物件，安尼背伫涂骹，喷甲四溪拢是，害我差一点仔烫着。亲嘛，啊，你是不是吼，嘛替我讨一个公道？好啊，嫁是你的查某囝。我不是超故意啊。你是不是故意的？你应该心内有数。昊天啊，我听讲迄天你去走出去啉到醉茫茫，啊，即摆安怎？啊，囡仔也无啊，这厝你也无爱顾啊？你讲我确实啉到醉茫茫。要不过约会，敢有甲你讲，我是安怎啉酒醉？伊甲囡仔无去的代志，拢怪在我的头壳顶。无论我哪甲解释，伊都是听袂入去。我真正足郁卒，毋知去借酒该优秀。这款代志哦，啉酒敢有法度解决？我知影，确实无法度解决。所以讲了，我就不管你做啊。要不过妈。你敢不知影约会即马把这间厝所有的人当作是个冤仇人，就连阮大姨对伊的关心，伊嘛要甲糟蹋五亿，甚至……歹势，我真在袂调，再出去个吧。这代志你若无甲我讲，哈？我是因为心情无好，所以讲话有较歹听。啊，不过不管安怎，昊天嘛袂用动手拍我。昊天唔对，并无代表你一定就对哦。钱唔对你遮好，啊你用什么态度对待人啊？这代志你搁暗藏无？我知影。我唔是想要暗藏，我敢那是。你敢那是安怎？你哦，拢捡一寡对你有利的话讲给我听啦，家己唔对拢无讲，害我走来遮找人理论。你害我拢看笑话呢？好啊，钱嘛，刷刷去啦。啊，既然哦是一场误会，大家也无啥物通好吵的啊。心嘛真歹势啊，啊，就怪我安尼耳空轻，一听到我的查某囝互拍，大海代志无问清楚，再来找你理论。妈，我你莫跟我讲话啊啦，你若嫁来人兜，你爱守规矩啦，后摆转来后头厝食，莫乌白斗啦。
你若搁做唔对代志哦，免想讲我要为你啊。昊天啊，我也不是一个无讲道理的人啊。以后讲阮幼儿做唔对代志，你做你家妈无要紧。不过无论如何，你是袂用动手呢。以后你若搁起脚动手吼，我绝对袂原谅你。歹势，我想过冲动啊，我知影。会啦，我会甲讲啦。昊天哦，唔敢啦。啊，查某囝我也出来给恁啦吼，安尼大家就莫计较啊啦。哎，插座吼，我先来走。妈，我爱甲听话嘞啦。你著较吃亏的，好好甲伊讲者，莫阁后生无找来厝的，予人看到吼，抓准哦，咱伫苦度新妇咧。你舞跳遐尼啊好，搁甲我恶补，我实在无办呢。有志是一个辛苦苦苦、对感情搁专一的查甫人，若是能甲伊做伙，应该是上幸福的代志。给你。平平拢是查甫人，有诶，都亲像真丝同款。维特，不要，给你。你想怎？花来无花去哦。不是啦，是我咧想代志。你主要来叫我什么代志？修理啊！你别听人讲啊，一日不见如隔三秋，那我顾我弟弟呢？我算算嘞，哦，过哪年啊嘞？我总算知影讲陈纯纯是安尼这么爱你，你这个嘴哦，就是这么甜，唔叫你骗去。无啦。成就这款发自内心的甜言蜜语，这个世界上除了你以外，我是从来拢唔捌对别人讲过的。好啦，你无需要阁对我灌迷汤，阁灌落去，我就免饮着醉啊。讲，什么代志？其实嘛无什么代志啊，我嘛是想要请你跳舞，跳着我恢复单身啊。歹势，我即摆无心情跳舞。你先叫我心叔啊，跟你冇关系啊。我之前卖向你提起医疗生计的代志，我有听到消息，对方因为时间拖伤久，已经开始失去耐心啊。我即摆是咧烦恼资金方面，若无赶紧找到金主。拿了一项专利药品，对方就有可能搁另外要找对象。安尼哦，这是一个真难得的机会，若无好好把握，实在有够拍算的。所以你即摆拍算到底要安怎做？对方这么着急，这个问题。而且顶届去你找金主，阁是叶汉良迄款角色，这件代志我一定要阁考虑一下。
你哪拢唔讲话？哎，丽丽，像你啦，虽然你讲了无唔对，也唔过这么大笔的资金，我可需要好好考虑一下。搁再讲，我有我的专业甲技术，若是要合作，咱嘛不一定得安尼去巴结嘛，对吧？徐来发，你实在有够干巧的。 你应该唔是无钱啊，搁超过伫我面头前几大班啊！凯莉，你唔通有安尼讲得受气咧？没啦，既然你有你的顾虑，对方搁安尼啊条件，那安尼我就无想要勉强你啊。我看我是赶紧找另外合作的对象。唔是啦，我一点仔都袂感觉勉强，我是想讲。 这项投资不是一笔小数哦，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，安尼尔？好啦，我给你淡薄时间，你若考虑好势，才通知我。凯莉，咱顶开去洗温泉，花纯纯了乱，咱是不是去找一个机会，继续咱的温泉之旅？ 以后等我有心情再去讲。我就不相信我徐来发，得袂着你郑凯丽的心。 我真怀疑，继续下面这款人到底来去，到底有什么意义？不知是身躯顶无钱，还是开始对我起怀疑。我叫伊投资新兴事业代志，伊变甲做细腻。对付伊这款人，我感觉做神，我真正无想要下面搭定来去。 放心，我一定烦心任务的。只是我即摆上烦恼的是，唔知伊是不是开始去怀疑啊？你哪会确定伊身躯顶还够钱？我知影，我袂甲伊拍穿听。 我等你有好消息，卡苏脑机会，我跟你买上白花，先甲解决掉。就安尼，拜拜。来，来宾坐哦，坐到头啊，拜拜。 好主意，啊！即届又搁想讲哦，来食杜小诶，知影你有欢迎无？当然嘛欢迎，你做你食，你莫惊讲哦，食饱你搁无运动，死搞大块，煞怪我讲，害你搁减肥哦。来，坐，我先来。
啊，拄则看你敢那心思重重，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这一人烦恼一项啦，无人烦恼相共。哎，阿贵呀，是啥唔知影？你上好命，后生做甲饭店的董事长，查某囝佫嫁去做好爷人的新妇，哎，啊，恁家佫有甚物代志，通我互你操烦的啊？咱是老厝边啦，我也莫温骂你啊。阮幼慧的个性哦，自细汉就真烦，想要安怎就安怎，谁讲嘛袂听。我今仔日哦，佮为着伊的代志哦，去甲钱唔回失礼啦。啊，我无面子是无要紧，我是烦恼讲哦，伊若安尼继续落去哦，啊，今仔日婚姻是要安怎维持的？一点点，一滴滴，将心事来交。